灣區全媒體全灣區都睇，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打造的節目《灣區全媒體》，我是蘇奕文，我是梁學熙。每一集我們都會從大灣區出發，同你走遍神州大地，搜羅國家各地的新鮮滾熱辣資訊。透過不同的環節，你都可以有不同的發現，等你進一步了解國家的發展。不知道你又最期待哪一個環節呢？好了，事不宜遲，我們立即出發去南北快線吧。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数据显示，截至三月初，经该站查验的出入境港车北上车辆已经突破500,000架次。边检部门介绍，自2023年7月1日港车北上政策正式实施以来，驾驶单牌私家车北上的香港居民数量持续上升。政策实施以来，经珠海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月均增速超过58%。今年二月，港车北上数量首次超过单月100,000架次。广西中粤班列运输需求持续火热。近日，广西南宁加开一列发往越南河内的电力铁塔中粤班列。据了解，这架是广西首次开行电力铁塔专列，为越南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运力保障。去到4月底，累计将会有约900个集装箱的电力铁塔由南宁发往越南河内，主要用在越南某输电线架设。春和景明，赏樱正当时。2024上海樱花节近日在上海顾村公园启幕，一直持续到4月15日。顾村公园樱花种植面积和品种都是上海之最，为了拉长樱花赏花季，今年公园新添了10多种晚樱，樱花面积亦增加了将近200亩。相思水田活美竹林第八届姑妈节在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举行。远嫁的姑妈和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共同欢度布依族姑妈节。活动现场，身穿布依族服饰的姑妈来到竹林寨寨口，挑着米酒、腊肉、水果等，唱着布依族山歌迎宾。随后，少数民族歌舞、沿河步道山歌对唱等节目轮流上演。欢欣愉快的氛围亦都令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近日，中国对瑞士、匈牙利等6国试行免签，这次亦都是继去年12月中国对法国等5个国家免签之后，实现免签朋友圈再次扩容，带动入境旅客增长。我知道广州亦都成为了其中一个热门的入境城市，我们现在带着大家去广州白云机场看看入境的情况。凌晨1:54，一架客机飞抵白云机场。托马斯是免签政策实施之后首位入境的匈牙利籍旅客。I think it's good because before it was quite difficult to obtain a visa to China. A lot of documents and waiting, applications, whatever. If now people can come without visa, I think it helps a lot. 从2024年3月14日至11月30日期间，中国对瑞士、奥地利、匈牙利等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的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以及过境不超过15日的，可以免签入境。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仍然需要在过境前办妥来华签证。目前匈牙利和比利时赴华航班已经超过或者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瑞士、奥地利、卢森堡等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5到6成。据线上旅游网站统计，瑞士、比利时、匈牙利公民入境中国旅游订单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3倍。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是最热门目的地。2023年12月以来，中国对部分欧洲国家单方面免签。截至目前，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5个国家共1.8万人次由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约1万人次享受免签待遇。
开通广州、郑州、卢森堡直航航班，这是中国首条直飞卢森堡的客运航线。目前，以上国家三月中旬到中国往返机票价格位于5000至9000元区间，市场价格整体平稳。截至三月初，中国同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23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仲有60多个国家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免签同落地签待遇。沙巴的话都是靠中国的旅客过去那边，他们才有更好的收入，让双方都有比较多的收入的通道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出入境航班动态，开足开满产业通道，继续加强与机场航司、海关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全力贯彻免签入境等新政策的落实，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2024年广东全省春耕演唱会近日咧就喺广州从化区举行，田野间耕种可谓热辣滚烫啊！咁一系列农业新科技纷纷亮相，究竟有啲咩新科技咧？睇睇啦！喺从化区鳌头镇中塘村生态优质丝苗米产业园，插秧机、抛秧机、无人机齐齐出动，奏响春耕进行曲。这里用的无人机是几个月前刚上市的新款农业无人飞机，具备喷洒、撒播、运输、航测四个功能。它最大载重70公斤，每分钟30升最大喷洒流量和每分钟280公斤最大播撒推料速度，刷新农业无人飞机的作业性能。这款无人机的话大概是2分钟一亩地，作业效率的话是人工的将近80倍，然后的话是它是一个全自主的作业，就是只要你会用手机就能操作这台农业无人机帮你做农事活动。目前这个产业园的丝苗米种植全程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从播种、插秧、施肥、喷药、收割、加工都实现了机械化，同传统的水稻种植方式相比，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产量亦有所增加。采购了很多比较高科技的先进的农机，好像我们拖拉机这样无人驾驶的，我们插秧机这样也是无人驾驶的。我们一天工作量的话大概是1000亩左右，我从2月17号开始播种到现在天天在播种，我总共完成了差不多近20000亩的秧苗。今年全市早做粮食种植面积约为210000亩，预计投入农机具接近4.7万台套，水稻机耕率接近8%，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86%以上。2024年广州院士专家校园行首场活动在广东广雅中学花都校区举行。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何宏平作专题报告。何宏平院士为青少年作《奇妙的矿物：认识地球奥秘的窗口》主题科普报告，由色彩绚烂、迷人夺目的金刚石和精美别致的陶瓷切入，带领学生开启奇妙的矿物之旅，等大家近距离感受院士风采，感悟科学精神。希望我们的中学生有更早的、更多的了解，对我们地球系统有更多的了解，提高他们这种对保护地球、利用好地球的这种意识。其实还有更重要一点，我希望就是从我自己做的一些科研工作，从这些工作当中给他们一些启发。市科协向何宏平院士颁发广州科普名师聘书，为带动更多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工作发挥典范示范作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和广东广雅中学加快推进新时代科学教育发展合作项目亦正式启动，并现场签约。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选派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担任广雅中学科创英才班首批导师团成员。通过这一次的我们跟中科院广州分院的共建呢，一个无论是在课程上还有实验室的共建上面，最重要的呢就是他们能够让科学家走进我们的这个学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从他们的思维习惯，从他们研究问题的这种模式，甚至是说从他们在这种科学探究的精神上面受到更多的教育，有利于他们以后能够走向科学研究的道路。院士专家校园行项目
自2017年开展至今，累计邀请包括欧阳志远、张景忠、陈新之等16名院士在内的120多位不同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为超过260,000名中小学生开展科普讲座超过700场。2024年，市科协计划举行100场院士专家校园行科普讲座，预计实现全市11区全覆盖。经济这一两年都是受到各界的关注，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过相关的经济活动呢？近日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会长赵琦就应中山市的邀请，围绕低空经济这个新主题，为中山低空经济企业家代表作辅导报告，引发了中山企业家的热烈反响。低空空域通常是指它正下方地平面垂直距离在1000米以内的空域，而低空经济是以低空空域为依托，以各种有人驾驶或者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现场聆听报告之后，中山一众企业家代表深感振奋。那么深中通道呢，预计今年6月能够开通。那么未来我们除了深中通道之外，我们还将建立一条从深圳到中山的空中航线，进一步加强中山和深圳的纽带，带动中山的经济发展，这样也能大大提高中山的区位优势。刘十一表示，企业计划今年底之前在坦州落地核心研发同总装生产基地，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并在未来3到5年吸引一批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山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在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上具有广阔前景。如果说把大湾区的低空经济的一个总部设置放在翠屏新区的话，那它就可以覆盖深圳、广州、珠海、整个全中山以及江门，这是在其他的地级市、其他的地方是没有这个优势的。我们对未来中山的低空经济发展是充满信心的。中山本地的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斌认为，中山拥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发展低空经济产业有着天然优势。作为我们企业来讲，也应该要去积极配合国家的这个战略，做好产业的布局，对我们国民经济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啊。了解完低空经济，跟住落嚟，我哋去到苏州。新能源电池的安全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是啊，嗱，位于苏州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的一间企业咧，就通过技术革新，大幅提升了锂电池的安全系数。我们将安全作为电池的设置生产的第一属性，电池通过蒸刺、过放、高温、低温等12项严苛的安全性能检测，能够确保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据介绍，这间公司在2003年成立，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技术为依托，并兼具动力锂电池电芯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在围绕电池安全打造的全生命周期安全体系，由它独特的材料复合技术，更从源头上保障了锂电池安全性。由这间公司参与起草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有望在年内实施。去年我们的星恒锂电池已经出口德国、法国等30个国家和地区，动力锂电池累计销量超过2800万组，轻型车锂电池连续6年出货全球领先。从今年的订单情况来看，我们的电动两轮车锂电池业务预计出货500万组左右。近年来，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新能源电池领域，已经聚集新能源相关产业重点企业120多家，去年产业规模超过350亿元。近日第三届天工画展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一幅由杭州企业精心制作的丝绸长卷成功被带上太空了。这一幅长卷印了53幅的小画家们创作的作品，巧妙地将传统丝绸工艺和现代绘画艺术融合，成为了中国空间站第三届天工画展的亮点之一。
这幅天空作品考虑到它的应用场景的话，就是选择一些祥云的图案进行的一个设计。以往设计的一些东西的题材的话，都是取自于文人的一些书法作品以及山水画之类的一些作品。然后这次的话是算作是现代的一个科技与传统文化的一个碰撞。走入呢一间企业嘅展区，呢两幅以天工画展为名嘅丝绸画卷吸引眼球。呢两幅名为天工画展嘅丝绸画卷，正系今年喺中国空间站中展出嘅同款作品。佢运用传统嘅丝绸工艺，将53幅小画家嘅作品好巧妙咁印咗喺丝绸上面，形成咗两幅长达约4米嘅壮丽画卷。经过这次这个画卷的呈现的话，我们等于说是奔向了太空，冲出地球了。所以说是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我觉得也是能够让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于我们的小朋友啊，能够关注到原来丝绸文化可以这么美。近日，位于河北省嘅一间航空公司咧，就特意为乘客准备咗一班别开生面嘅特色航班。特色航班啊，咁有几特别咧？唔通有唱歌跳舞表演？嗱，其实咧就应该系比表演更加之有意思啊！就系乘务员咧，就系会为飞机上面嘅客人介绍河北赵县啦，带你喺云端去领略越州桥、梨同埋茶文化嘅独特魅力。吓，咁听落又真系几有趣，不如唔好等啦，我哋即刻一齐出发啦！河北赵县的满园梨香飘万里，如云似雾，满目琳琅。今日河北航空乘务组携梨香而来，邀请您共享赵县雪花梨。今天为您准备的有我们赵县的这个梨糖啊，润喉止咳的，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雪花梨的果干啊，然后女士这边邀请个品尝，然后小朋友也特意准备了这个雪花梨的棒棒糖，这边还有一个我们赵县的旅游指南宣传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宣传语呢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石家庄有这么多的景点，有我们赵州桥，百林禅寺，还有正定古城。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我们赵州的一些特色的雪梨系列的一些产品，希望你能品尝。河北航空在这一年也是以节气为元素，推荐我们河北省内的各个景点的旅游。我们石家庄这个美食、旅游景点，然后呢宣传出去，把外边的客人呢都引到我们石家庄来旅游。从我们石家庄机场出去的航班都应该有一个特色，这样的话呢，就能把我们的宣传力量就是传得更远。这次活动，航空公司分别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举办。同时通过这次机上的活动，乘务员不单止向旅客宣传了赵县的非遗文化，亦令旅客了解到赵县的历史和文化。将河北的非遗文化、山河胜景与客舱服务相融合，通过主题航班、空中电台、文创产品等多种形式，让旅客沉浸式地感受河北的独特魅力。阿怡芬啊，氣候變遷咧，令到大家對呢個節能減排啊，或者係減碳咧，都係特別關注。係㗎，嗱，今集我哋嘅特別環節《中東香港投資新機遇》咧，就會專門介紹碳交易市場。嗱，究竟碳交易會點樣改變世界呢？而家了解一下。減少温室氣體排放，例如係二氧化碳，喺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非常重要。而其中一個補償方式就係透過碳交易，以市場為基礎嘅系統。为企业提供经济诱因，以减少碳足迹。立法会前议员钟国斌代表纺织及制衣功能界别，他注意到业界所产生的污染，随着碳交易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他成立了一间企业，协助业界减少碳足迹
同埋喺市場進行碳交易。實際上，紡織及製衣業係全世界製造污染第二多嘅工業，所以如果我能夠建議或者協助紡織及製衣業界去減少碳排放同埋減少污染，對世界都有好大嘅幫助。當我一接觸到環境問題，我就發現到環境保護涵蓋嘅範圍非常廣泛，唔單止係製衣，可以係電子產品、電單車、電動車輛，好多都涵蓋到。所以當我嚟到呢個展覽，我就發現環境問題涵蓋各行各業，問題可以好嚴重。電子業佔全球碳排放量嘅4%，4%唔代表係個細數目，其實碳排放量都好多。所以為咗要減排放，我哋要構思點樣去鼓勵業界人士去減少碳排放。首先就係供應鏈嘅問題，因為好多國際買家會要求全條供應鏈一齊去進行減碳。你唔配合嘅話，就唔會俾生意你做。第二，如果你能夠減少製造商嘅碳排放，你就可以得到額外嘅碳信用。碳信用係有價值嘅，咁就可以增加製造商嘅收入啦。可持續發展係一個好大嘅議題，要處理並唔容易。好多公司都唔知道點去開始。我的建議就是有兩種途徑，首先就是他們要檢視他們的機構，看看排放的來源，看看全個機構的碳足跡是什麼。另一方面，他們要留意自己的產品產生了什麼，對環境構成影響。你本身有合作規模，鍾國斌現時協助他的客戶管理碳信用和在市場出售。他現在的客户 Tommy 在孟加拉開設工廠，專門生產染色紗線和縫印線。他致力採用低碳的生產方式。我聽供應商說，如果我做得到，可以一年又再減排6000吨。你肯嘗試才對，因為 我接觸了很多不同的老闆，老闆很多時候都接受這個諗法概念和接受這個 program。但落到去下面執行嗰啲咧，就係啲同事有抗拒。最開始我哋識咩啫？最叻咪就係話唔使 LED 燈咯。到後期慢慢聽聽埋埋啦，咁啊開始做一啲投資啦。例如我哋倉庫咪堆到咁高，要用零去搬，好浪費。嗰啲咁嘅叉車車出車又又燒緊呢個油渣嘅，咁啊令到個空氣又混濁。咁我哋慢慢就搞自動倉庫啦。咁呢個又係要錢抌落去嘅，咁有冇用咧？咁當然係有用啦。但呢個有用同呢個環保係咪話好大嘅掛鈎啊？咁樣我哋當時係唔識噶嘛，淨係諗緊千方百計去慳錢、慳成本去生存。咁但係係同阿 Felix 傾開偈之後，咁知道咦，原來我哋有更多可以做啦。廖瀚晨周精彩在线，今天带着你去到重庆市赖溪河沿岸的3000多亩油菜花和波光粼粼的河水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春日画卷。节目的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今天湾区传媒体的节目时间够，我们下集再见，拜拜。